安在哪儿好呢？上面还是安在这个位置？安在这个位置，安在棚上，关键是安在这个上面，安在上面倒也行，都有个这玩意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小鱼，我今天又来捅咕我的车了啊，因为今天又收到了一个快递啊，这个快递也是经过一个月啊，20多天的等待，终于到了啊，然后是一个LED 的这个灯带，因为我一开始我给车上安了一个那个吸顶灯，就那个月度灯，然后大家都告诉我那个灯不亮，然后呢就在网上看到了这个一个灯带，我才花了5块钱，然后他们跟我说这个很亮，然后买了一个是这种不是插电的，是往里面放电池的，还可以就是你看这，你们看这上面带自封的，就自粘的，直接粘在车上，然后这个一打开，呜、哦。就亮了，特别亮啊！咦，给你们看看啊，这阵子车没开，然后车上乱七八糟的，因为前两天我和我爸把这个坐垫子套摘下来洗了，这车整的乱七八糟的，这车上反正最近也没开，就一直没管它。然后本来我把这车的坐垫套摘下来说不套了，我爸又给我套上了，洗干净之后我爸又给套上了，你看这都弄下来了，然后把这个，哎，把里面还得收拾一下呀。得收拾收拾这个里面，哎呀，你们看这车里面乱的，我的天哪！这个灯放在这儿，然后看着没有，这个就是那个吸顶那个灯，你看就这样似的，一点都不亮。哎，还不太好使感觉。然后我爸给我买了一个充气泵，给我放车上了，给车胎充充气的。看我爸多细心，我自己没买，我去年出去我就没买，然后我爸今年他给我买一个，这个是插电的还是插啥的？哎呦，这是插那啥点烟器的，哎呀，这挺好，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放起来也都放在那个位置留出来的口，可以放好多东西。这床板子这会儿也支住了，然后试一下，还是很亮的啊，把它安在哪儿好呢？是安在这个上面，还是安在这个位置？我也不知道安在哪儿好，还是安在这个位置？安在这个位置行不行？你们说，这儿来，感觉安在这块也不行，啊，安哪儿了？安在这块也不行，啊，安哪儿了？也行，是不是安在这个位置？安在这儿也行，是不是？嗯，要不也没有别的地方安了。安在棚上，关键是安在这个上面，安在上面倒也行，都有个这玩意儿，这样似的，放在这儿，然后，哎，这样行，不知道能不能粘住。我觉得安在这儿可以，安在这儿行。我试一试能不能粘住啊，粘完了啊，看一看，咦，还行，是不是在这个位置，是不是粘到这个上面这个框这了，能粘住，这咱是不是少了，应该往这块再粘多来几道，是不是买少了？我觉得一个月好像有点，一条好像有点不太够用，是不是可以完全可以再买几条，这个正好插在这个位置，把这个开关正好放到这儿，哎，挺好的，这个地方挺不错，还能粘上。不行，我得再多买两个，再多买几条，这样式的。往这儿也可以放，这儿也可以放，这样式的，挺好，还是挺亮的哈，还是挺亮的。我没有白等那么长时间，还是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而且这个用电池的还很省，电池我买的是那个啥1块钱一节的，买了3节电池花了3块钱，我估计这电池应该也能挺能用。在这儿，关上开开，不错，这 LED 这灯条挺好的，关键是才5块钱，我再买几条。